多謝主席。王國興議員，你唔好出去啊！出去我又點人噶啦 ？OK？ 你一出去我一唔教人，我又點人噶啦？我係你講就得，我坐喺度聽你講，係咪？話俾你聽，萬幾分鐘嘅，如果每人就呢14個總目講15分鐘，乘以69，係咪？就真係浪費好多公帑啊，係咪？主席，嗱，我翻翻正題啦，總目14個，我而家講第一個先。就總目114申訴專員公署同埋呢個審計署，我都要講嘅，因為呢兩個呢都屬於所謂澄清吏治政治防腐嘅機構。因為香港個政府唔係選出嚟嘅，行政長官唔係一人一票普選產生嘅，而呢個立法機關呢亦都只係得一半係通過地區直選一人一票選舉產生嘅。咁所以政府呢個行政權呢，基本法即係俾佢一個所謂至高無上絕對權威，好似你老人家立法會咁樣，係咪？行政霸道、行政主導，即係等於行政霸道。咁對呢個所謂行政霸道不受約制，或者個立法機關對佢個監察，即係嗰個力量非常之薄弱嘅情況底下咧，港英時代咧，英國佬就諗到啲即係所謂政治防腐、澄清吏治嘅機制，主要咧就係三個，一個咧就係申訴專員公署。一個就是審計署，另外仲有一個咧就 ICAC 廉政專員公署。雖然近年呢個廉政專員公署即係俾一位專員敗壞咗啊，嗰、那個即係金漆招牌幾乎就已經係爛曬咁滯㗎啦，而家要即係去補救。但係呢三種制度咧，基本上就係有一個所謂澄清吏治同埋政治防腐嘅功能，嚟彌補呢個立法權。嗰、那個權力不彰，冇辦法去監督呢個行政霸道嘅政府嘅缺陷嘅，係咪？所以點解我哋喺呢一個即係總目裏面咧，我哋冇提修正案，係咪？我哋即係將呢個所謂呢個總目嘅款項款額納入呢個附表，我哋係冇反對嘅，係贊成嘅，係咪？咁點解我哋冇提修正案，同埋削冇去提即係呢個修正案嚟削減個開支咧？咁就係我哋覺得不但止。譬如話，例如有一啲部門，例如審計署，其實你仲應該即係增加啲開支，係咪？申訴專員公署都係，係咪？我覺得申訴專員公署咧，佢做得唔夠好添啊，係咪？嗱，佢係有調查權嘅，佢對於政府部門嘅行政失當，佢係可以即係糾正佢嘅，係咪？你所以你睇翻，佢係有監察政府嘅角色嘅，而佢要發揮呢種監察政府嘅角色，有時仲比我哋立法會。可以做得更好，因為制度上佢有個調查權，係咪？即係對於一啲所謂官僚嘅習性，係咪？即係我覺得，譬如話而家已經開始慢慢出現一啲陋習，係咪？申訴專員佢係應該當一種監察政府嘅角色，官僚習性啊，唔可以影響呢一個所謂行政公平，係咪？公營嘅機構向市民要提供更加便捷嘅服務，嗱佢要監督佢嘅，係咪？有防止佢濫用職權，係咪？譬如好似最近大家喺網上睇到有個食環署個即係女士，即係嗰個啊，即係對一位即係已經差唔多八九十歲嘅老人家嗰種咁嘅侮辱法，佢喺度行使佢嘅職權，但係我哋認為佢係濫權嘅。係咪？嗱呢啲咧，其實可以向申訴專員公署投訴嘅。我就寫咗封信咧，就俾食環署先。喂，你唔該你去跟進下呢件事，係咪？而家已經係輿論譁然嘅啦，幾乎係。你唔好睇嗰啲網上嘅一啲意見啊，以為呢個網民，網民咪人啊，係咪？啲網上意見就變咗主流意見嘅，整整下你睇留意一下啦。好似最近自由黨嗰位年少氣盛嗰位僆仔所做嘅嘢喺立法，喺琴日喺立法會就報紙就要登㗎啦。你冇網上喺度圍揼佢，跟住報紙就要登㗎啦！冇當網民唔係人啊，網民都係市民嚟嘅，都係人嚟嘅，係咪？所以你而家點解好多政府部門都會有上網啊，有網頁啊，係咪？就咁解啫嘛，好簡單係咪？所以申訴專員公署佢亦都要防止，下次再講啦。